都安排得好好的，哪会突然搁变卦？阿妈，你的支持我足感动，嘛足感谢的。阿不过，我干那为着我家己做代志一直拼，真侪代志我拢无想好清楚，所以去破坏着公司的形象，也搁咱一家伙仔的感情，这拢唔是我料想会到的。所以我再三思考，才做出这款决定。想知啊，我处理了怎歹的？我只是烦恼，你安尼会较歹做啦。不要紧啦，啥物不要紧？我看你哦，明明都委屈艰苦噶。客户，会面对哦，不一定是艰苦啦，啊，细心哦，也不一定哦是软弱。慧文还阁少年呐，这对你来讲哦，是一种学习啊。你查甫人哦，性格就是这么强啦，无亲像阮查甫人这么软心。看到慧文安尼，我当然唔甘啊。妈，你莫阁甲爸爸叫去啊。爸爸这摆真正教我真多，尤其是阿公甲阿妈。我知影恁为着我在冤家，我生活来真正足艰苦的。虽然我毋是恁亲生的查某孙仔，啊，毋过恁自细汉甲我生到大汉，比亲生的搁较亲。我真正做毋捌代志。你明明都是我。慧文啊，生理就是生理啦，你从细汉啊。就该当作是亲生的查某孙同款。你讲这想的话，敢唔惊阿公伤心些？你生落来就是要用生的，知影？这是你讲的哦。嗯。安尼我讲的话，你拢爱听哦。对阿婆，以后永远拢爱和和气气、恩恩爱爱，有听到无？尤其是阿妈，以后不准你跟阿公分房睡，有听到无？好啦好啦，江林，家出者，我要跟你讲。是。慧文，慧文啊！阿姨，阿哥，有啥物代志？我是要来讲吼，明仔载要甲九龙店餐厅签约的代志，我拢发到好势啊，所有媒体、甲记者朋友拢会来。恁阿哥吼真热心啦，虽然讲是你的代志。不过恁阿公吼，拢有替你想啊到。多谢阿公。阿姨，明珠，今日慧文哦，实在足捌代志的。伊终身哦，会当为着咱公司的利益设想，我想两位一定替伊感觉足欢喜的吼。这是当然的啊。我敢那希望讲，阮慧文所做一切，会当让一寡敢那是着家己的好处，无顾虑着公司利益的人，感觉见笑就好啦。是啊是啊，虽然讲有听吼，咱谈意见会无啥共款，不过我相信咱一家伙啊，拢是为公司设想。是啦，希望慧文哦，经过这摆失败了后，会当学一点仔经验。虽然伊平常时哦，常常给我意见袂合，硬嘴硬舌，啊，不过我是做事大，当官只阿哥会去害伊是。恁各位若是真实的，我都希望恁会当讲会到，就做会到。明珠，咱来去踅街。
签约搁当你的面，把合约抓掉哦。足恐怖的，迄个老慧文真正是把咱一家伙仔当作是把咱翁仔伫咧人心啦。咱阿妈菜的面子，拢给伊糟蹋了了啊！我感觉迄个老小姐吼，头壳有淡薄仔破破哦，无做代志人安尼反机反倒的。爸，袂用的，这个代志袂用安尼转转煞。行啦，咱去台北讨一个公道啦。免啦，还是要讨什么公道？啊，人都无热心，咱哪着甲人踮仔咧兴处处？是讲安尼嘛好啦，哦，啊无签约，下摆甲老家拢总无交叉，安尼上好啦。人拢爬去咱的头壳顶啊，等我安尼去掂掂，安尼哦，人个想讲是咱叫小歹咧。啊，叫小歹是安怎？啊，无签约是会死哦。无签这个合约，咱阿万西古早面敢着倒店？是袂倒店啦，啊，不过嘛毋是介有面子的代志啊。成昌，莫讲遐济啦。阿万啊，成昌安尼讲对啦，总无你一炮关关地都拢泡落啊，免来用咧，互人当作歹命安倒倒掉。就是，爸，下当甲台面签约，是你拍拼一世人才有的机会呢，谁人无要花爸？跟讲你真正想要一世人拢甲即嘛同款。大家面前走脚，不管规身骨尘臭油臭味，你敢点名？爸，好啦，莫讲就莫讲。回忆自细汉到大汉，你拢无咧听我讲，你嘛无想要听我讲。你心肝内，敢有过尔？姓邱啊！你安尼是伫咧创啥？伫咧外口不如意。就倒来找马仔出开销。啊！伊头拄仔咧讲啥，你是无听到吼？啊！伊的意思讲，咱这个祖宗婆规工好甲臭臊琵琶啦，看我真无啦，有影啦，我含万我无才调啦，无通啊会参照人个好爷、人个少爷安尼啦。但是我无去偷人呢，嘛无去抢人呢，我是咧有闹亏在倒位啊？对啦，啊，姓邱安尼讲是有较超过啦，但是你敢听袂出来？伊是伫咧唔甘你安尼白白去互糟蹋，伊为你伫咧唔等呢。啊，老实讲啦，这件代志真正负上大责任吼，是性格啦。你颠倒一句都拢无干吗？啊，马性情马到到到嘞，白白是囝，你敢有变遐尔偏心？性情伫你的心目顶嘞，才是遐尔无地位哦。爸妈，定讲找时间啦，我会去找迄个老小姐问个清楚。我袂让爸爸安尼白白互人糟蹋，嘛袂让性情白白受着委屈。啊，讲起来，阿万西嘛无差这张合约，我袂让任何人、任何代志来伤害咱一家伙的感情。所以妈，你甲爸爸唔爱阁冤啊。对啦，阿伯、阿姨，性格讲了无唔对，合约无重要啊，一家人会当和睦做伙，就是上好的滋味啊。妈、爸，你即下莫冤啊啦，为着你即下冤，暗时还阁困做伙，有啥意义？啊、你两个就笑一下嘛，啊，若无性格，心内一定会足艰苦的。笑一下，啊来 ，A B C， 笑一下 ，C C， 笑，会惨。怎样？就随他泡一个茶来啉啦。茶早都泡好啊，是恁顾屁佬歪来啉的。俺不的。谢谢。完啦。最近恁家吼发生遐尼啊侪莫名其妙的代志啊，这就表示讲哦，恁咧惊衰运呢。有当时咧话衰。秋敏啊，这句话若是阮小芬讲的吼，我著骂伊破格啊。啊，若你讲的吼，我无参加迄张合约啦。恁是无参加迄张合约无唔对啦，啊，不过恁大家拢无欢喜啊。我看吼，规个安尼啦，来冲喜一下啦。冲喜。啊，是要冲什么戏啊？啊，你是真正戆，我是假戆啦。啊，秋敏的意思就是性格刚刚好的分数啊。哦，这样，哇，那这样样，那因两个面粉会当行了吼，比咧签合约较欢喜啦。妈，你讲这要创啥啊？咱即摆先卖讲这個好无？就是安怎？你无介意阿芳哦？不是啦，是讲。我感觉你实在有够奇怪呢。那迄个老小姐来甲你讲啥，你就拢答应。啊，即摆要叫你自细汉斗阵，甲大汉的阿芳订婚，啊，互阮大家欢喜一下，你就伫咧张图。好到歹，你拢袂晓分了。我，阿姨，我想你可能误会性格啦。啊，即摆合约签无成，性格心内已经足烦啊。那有啥物心情去处理订婚的代志啦？都
对啊，啊，阮大到即马无家己的事业，是要订啥物婚啦？啊，但囡仔人毋捌念念啦。嘴太到刁啦！啊，这两口子的代志哦，啥物时阵拢甲你插嘴啊？莫讲就莫讲，无得啊啦。我看订婚的代志过一阵仔才讲啦。惠弟，妈，我妈无得去吧？我唔相信，拍手我嘛唔相信，我唔相信老慧文是这款的人。经理，来，林嘉宾。自头到尾，阮的态度甲生意都唔捌改变，为着这个人，什么理由我拢会用接受。我是无法度接受“在商言商”这四个字。陈先生，是我。你又搁打电话来创啥？你是嫌惊是？我感觉无够歹看是。是的啦，请你相信我，我是真心打电话要来跟你回信的。恁爸爸心情有较好无？啊，佮你呢？予家己相信的人出卖，你讲我心情哪有可能会好？老经理，麻烦你予我一个交代，你今仔日为甚物要安尼做？夸张啊！夸张是啥物款的夸张？要当牛就合约，你也无给我讲，爸爸这么歹看。你讲，你为啥要安尼做？讲袂出来啊！吼，老慧文，你知影无？为着要替你找一个合理的理由，我已经逼我家己逼到强要气笑啊！请你老实跟我讲，你为啥要安尼做？为啥要伤害我讲爸爸？安怎啦？遐你喊一个，你又喊一条。你敢会是因为阮妈妈讲要订婚的代志，家己一人变了歹势啊？陈先生，家己也帮要订婚啊？啥？订婚？那安尼你是要安怎？你赶紧找伊啊！找伊是要做啥？即摆佫讲啥物，拢已经无意义啊！兄弟，我妈这个人只是较爱斗老咧，你莫甲伊讲要抢你的代志，放在心上啦。亚芳，你啥物拢免讲啦，我知影啦。我知影你心想要将阿万西搁早起做起来心情，啊，不过你莫忘记，在你背后永远有一个人愿意百分之百支持你，愿意听你讲心事，永远支持你。你是讲你？啊，那不要搁有啥？当然是我啊。亚芳，多谢你。龙头台美企业今天早上股价因为受到跨足冷冻食品 Easy Cook 题材激励，一开盘随即亮灯涨停锁住，后市仍然将持续的看涨。哎，新昌，你真正足牛呢！前久刚刚你叫我买台币的股票，真正起来呢。你瘾头，你买迄股票赚的是唔正咪啦？
咱也蛮使哦，叫台币利用造成的损失，那是要怎补啦？啊对吼，我哪无想到？啊，无咱一了偌济啊？歹算啦，真正是愈想愈唔甘愿，钱是因在赚，送因在送，找他咱也蛮使，找他到有剩。袂，这件代志袂用安尼就剩愈爽。我要去找迄老会员，把这条小偷的。别去相拍啦，莫扭啦！星秋，星秋，海洋啦！星辉，啊，星秋安尼去不配是走去对啊？你讲伊要去找迄老小姐相拍啦？对，等我，我带你去。你快定下来，来我看。啊，海洋，还是大条。咱国营媒体先进，咱签约的仪式马上要开始，麻烦大家先小留一下。等下，阮会特别留时间来过去采访，来拍摄小留一下咯。来，麻烦照顾一下哈。这个红姑娘过去在乌都有真深的背景，今仔是咱甲朱龙镇餐厅签约，伊来来。我听已经收较水手啊，正经在做生意，生意愈做愈好。啊，不过人伫讲，好啦，先看书办事啦。拍摄拍摄，小女姐拍摄拍摄拍摄哈，拍摄。爸，我给盖小姐。金牌中破山阮金焕，就是洪坤良洪董事长。老板，有用。好强好强！啊，像洪董会今日有时间，亲身来参加台美甲九龙电餐厅的签约记者招待会。敢讲老董也唔知影，我就是九龙电视品公司的董事长。好佳哉，今日是红党的亲戚出马，我搁咧烦恼讲，咱以后若合作了，有发生这些代志，唔知要找啥物人解决。老大放心啦，我这个表兄弟金发啦，真有才调，绝对袂让恁台币闹亏的。那我呢，纯粹是投资，我真少咧插代志。对啦，老大，啊文化因人阿无真有才情，你就应该学我，和少年去拼。家己店的处理好，享受那就真忝嘞。因两阿母经营啊无够，而且我无曾惹你好命。但我总讲一句，我该管的代志一定插我到。这是当然，当然啦。老大，一个月后咱双方面合作的商品都要上市啊。时到，你一定知影阮的实力。来，祝咱合作愉快。我甲你拜礼拜三中昼去广告公司看伊区的广告扛板样板，敢会当？老伟文，老伟文，老伟文，你把我找着啊？陈信聪，你来刚凊彩伫来别人的办公室啊？走啊，我唔是伫甲你讲话啦。啊，陈信聪，你即马是咧创啥？以后话莫讲，我来的时阵有听讲。恁即马定来甲九龙店餐厅签约，你即马随带我去，赶紧走动，来，走啦！拜恩你嘛，谢谢。阮台美甲九龙店餐厅签约的代志，恐惊已经确定啊。你讲啥物？我讲一下。放屁啦！好，我你讲啊。
你是安怎要给阮一家伙仔这么大的希望？你是安怎要找阮哥、甲阮爸，叫阮糟蹋？我即摆无法度向你解释，啊，不过你来台北这代志，对你甲阿万西拢无好处，所以请你先回去，等我有机会，一定给恁一个满意的交代。是的。等下，我要讲清楚哦，你别走。你这样好无啦？我今日叫伊回去是无听到哦。无可能啦！你今日甲台北，若是无给我一个交代，我绝对袂走的。悄悄，请离开。阿慧文。阿慧文，动气啦！你奇怪哦，你是无听到哦？走啦！阿慧文，阿慧文，别走！动气啦！别丢啦！你死啦！单先生，你是好阿伯？还不是跟你耍的啦？你走！小壮，拄仔好，阮哥来啊！你伫阮哥的面，甲伊讲个清楚，你要安怎对阮阿爸仔交代？我有话通讲。啥物叫你无话通讲？我就知你解释清楚啦，老伟文。小壮，哥，拢是伊害咱吃亏，哥害我叫我爸怕，伊无解释清楚，要哪会用啦？老小姐，讲真实，我嘛是想要知影。看到无？赶紧下来！蓝伟文，站住！蓝伟文，你赶快站住！小心！小心！慢点啦！慢点冲啦！叫你过吗？快冲锋啦！站住！啊，今麦是安怎？伟文啊，你这个朋友是安怎啊？是不是他有我签到不甘愿来这闹的啊？对啦，叫恁台面真正不甘愿啦，叫恁找他无欢喜啦。洪董，我真正想无咧，你来甲这阵卑鄙的少年做伙啊！讲恁戆，恁阁毋承认。这位洪董的，就是九龙食品公司的头家，嘛是恁阿万西生出甲这么歹看的关键。想要甲伊抢生意哦？恁还阁早咧。你就是九龙连餐厅的头家？无唔对。我知影，一定是你用垃圾布去买球裁判。再害阮阿蛮西比赛输去，阿哥，阮哪会猜有道？嘛是你叫人来阮家下刀的对无？无使我共当你是好人，你真正是师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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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帮下用加正吧，话唔当白讲啊。好啊，我卖讲啊。我唔是你，师兄，臭棒师兄。恁听听，搁要白乱，我报警察啦。部长，伊是我的朋友，你卖为难伊好无？要唔过你看卖伊个态度。拜托的啦，阿哥，你先送人到伊面去，才交我来处理。啊，不过这少年啦。阿囡仔，我万事以和为贵，袂甲这囡仔计较。出来，先开车。你来好好处理。先生，你先来。好，我负责，我会叫伊给咱一个交代。你有用？小姐，你免甲我解释清楚个哦。解释？是要解释啥？啊，行啦，解释就清楚啦。解释你，你别放纵哦！我给你我的感动，你有听到我啦？行啦。你拄只讲恁经理有话要甲阮来讲，还是要讲啥？当然是袂单身，加无就无伊啊！拜托诶，是恁经理先无讲道理，毁誉在先诶呢。阿娜，我就是要袂单身过，对阮经理无情无义，袂用了。你若讲骂阮大个一句，那大家莫做朋友，朋友煞甲食着。好啊，莫做朋友，莫做朋友，相遗憾啊！啊！哎呦！我只想，我后头。
猴子，你有话要跟我讲？我即马讲什么，你敢搁会相信？既然李勇已经无要搁信任我，你搁希望我讲什么？敢讲你一定要挑我承认我家己的唔对，安尼你才满意是无？好，我老慧文本来就是一个反清反道的小人，我一开始就打算要利用你阿万三来替我台面做事。嘛怕什么？得到你的信任了，才阁找机会来费用。像我这款一直害恁全家失望的歹人，早晚一定会得到报应。安尼你有满意无？你有欢喜无？不是，我所认识的老伙伯是一个有情有义，绝对袂向恶势力来屈服的人。伊为着要负起责任，伊甘愿冒着性命跳来水底，去替阮兜找阮兜祖传的脚啦。伊为着要顾全阿万三的名声，伊甘愿冒着性命，亲身落去刺刀。这块老伙伴才是我所熟悉、我尊敬、我所信任的好朋友。既然你相信你所讲的那个老伙伴，你就应该相信站在你面头前的这个人，绝对袂无缘无故来改变。伊安尼做一定有伊的苦衷的。人咧到底是什么苦衷？你不讲，你无感觉欠我一个解释。老伙伴，老伙伴，你知我有多烦恼？你已经不是我熟悉的老伙伴，你知无？陈信杰，请你想我清楚，我哪有可能无顾着台币未来发展？我哪有可能目睭紧紧看着我的家庭过呢？我无这么伟大，我是一个人，一个平凡人，所以我是自私的。听清楚，我是自私的平凡人。我不相信，你不是这款人，你袂这么自私。我拜托你，拜托你别暗藏真相，赶紧将事实讲出来，好无？老慧文，好。若是我讲，我之前的贴报合约，是因为我惊乌道去威胁你，去伤害你的亲人，你敢要相信？乌道？啊是啥？我即摆都袂当确定。哪天你有讲甲无讲，毋是同款？陈信杰，我早就讲过，你无可能相信我，你是安怎要阁逼我讲？因为我要知为什么，为啥你要骗我？在门口等我。发生什么大事啊？悄悄讲，先冲去安困了，阿走。你讲啥？妹妹，你今晚要跟我先讲个啥？阿小姐。啥啦？阿小姐，阿小姐，拜托，我乱撞，你一定要救先冲啦。我爸想他妈脸烧伊。先冲伊代表的是跟恁爸去冲突，一定是安尼，所以恁爸就先冲阿走啦。对啦。你电话来。当时在内底，
紧叫人家救出来啊！社长，社长，阿都倒来！你到底是不是我的查某囝？那拢替外人咧讲话啦！我何伊怕呢？连金花姐阿妈带伫病院。爸，你答应我啥物，你拢袂记啊？我当然会记哩，我刚才是该小驾驶一下。阿等，都说我兄弟就是你，你嘛袂当咧做害伊啊？你对啊？你安尼做，做错啥？你知影无？叫声袂歹，敢甲我大细声。人查起来，箱扛起来。爸，唔得啦，啊，来，阿等，我兄弟呢？阿等，我兄弟人呢？爸，爸，人去娶啦，也袂得你想啊得啦，也袂啦。哥，阿弟啊，师兄，师兄，哥，师兄。师兄，你有安怎？对啊，你有安怎无？无啦，我无安怎。你无伊个胆啦。对啦，我无迄个胆，我无迄个胆对你安怎？不过我绝对有迄个胆，甲你带你上来，站落去山崁。阿等，请你想清楚。今仔代志若是去予警方知影，你辛辛苦苦维持一个正当生理人的印象，就拢无去啊！你是知影啥？叫警察来，我就惊。是陈胜昌甲我、甲我表小弟拍着枪，我会用故意伤害。咱是相拍，你有啥物资格故意伤害啊？我面即马搁咧整，是啥物人伤害啥物人？阿等，我你到底想要安怎？我想要安怎？爸。看阮查某囝明珠，恁姓陈的，上无爱一个人出面甲赔罪。爸，查某囝，这件代志恁莫管好唔？敢讲你爱看爸爸，甲恁阿姐互拍架？啊，无安尼啦，看是我来处理，还是我叫警察来处理，互因兄弟仔甲你警啊？阿哪，讲话啊！我咧叫警察啦。我无咧惊啦，阿等，姓称是我小弟，小弟无较好，是我即个做大兄的责任。拜托你莫叫警察，所有的代志我担。哥，你莫戆啦，遮尼有气魄，真好。要毋过想要点气魄，陪到阿平安。行啊，点入去。哥，哥，爸，爸，哎，你把我们弄来了！爸，哥，爹，阿哥，放下，阿大，你好未？陈小姐是甲你讲完，往地里去小屋内面，你是咧叫啥？阿大未，你唔通安尼做，你来继续耍落去。我讲来，无死我半条命。那是恁家代志。阿明等下，什么求你啦？这你莫伤害阮哥，我愿意替你做任何代志，好不？我求你。妈不掉，我也怀疑。阿坤娘，你莫想过分哦，爸。爸，你有答应我，你袂阁用黑道的方法来处理代志。我，就算你去用拍，你嘛要给人一个甲你回心的机会啊！你即马共装的箱仔底。你若真正站落去，咱是会死的，你知无？对啊，阮哥会死呢。对啊，阿丽会死呢。爸，爸，你拄仔杀阮查某囝，伊嘛会死，你知无？爸，你若真正要安尼走，我一世人都不爱听你讲话。好，查某囝，我给你面子。十秒，我给你十秒，十秒，十秒要创啥？一世人，我上个介意的，就是看到阮查某囝笑。你若是有才调，你十秒进来，阮查某囝欢喜笑出来。今仔任何代志，我就准拄煞。爸，进。哎，你先生，先生，你先慢走，你先笑一下好不好？来，哎。
哎呦，我家己拢想袂出来，要咱老伙仔笑啦，啊！哎呦，小姐，你笑一下好无？拜托，还是阮哥在内底，伊会死嘞，你笑一下啦。是。哎，我死啦！啊，小姐，你笑一下啦。这个情形的，你都笑袂出来，我们哪笑会出来？有。我跳舞，你看好不？好，喂，我跳舞。哇！哇！我跳舞。你笑一下是安怎，是毋啦？你敢是人？还是阮哥在内底呢？你若是无爱笑，你真正会死的！你要我死啊！你要记一下是安怎？你搁无爱笑，我毙你哦！老哥，嘿，你别笑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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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太傻啦！还没死掉嘞！阿姐姐，你求解啦！笑啊！你当卖应酬啊？我丢啊！相信啦吼，就算是安尼，你嘛应该跟我参详。为什么等到代志要变啊，才当我那边将合约了破？你知安尼有偌伤害我，敢有办法对你的信任无？我真正无时间考虑遐济，请你相信我好不好？我真正是烦恼你去受到伤害。你是我的啥？我敢有需要你的关心？关心你，我妈妈自家关心你，安尼用啊呗。玲玲，玲玲，你跟我安怎无？你要怎？免你关心啦。对啦，别加好心啦，等起啦。别松下。你上来，十个人都无够。国家跟查某囝大细声，是不是直接在那耍干？你才甘愿？小草，你哪是有叫嚣？你搞我爹咧想哪底？你也再袂耍干，试看卖啊！爸，好啦，我知啦。以和为贵，今仔代志大家顺都耍。但不过恁都要记好条，台币合约已经是阮九龙店餐厅的，恁都要想较开咧。阿王，边仔再休困者。回来！
门关起来，今无要做生意。关起来！哦。去平房，邓英雄会晓敢用拳头要输赢啊？唔惊叫人拍死，你白姓阿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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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啊？谁敢为我装拍？爸，别怕，阿伯啊！爸。小乔，赶快回去嘞啦！紧啦，哥，你别管了，是我害你受伤的，叫爸爸，还是应该？爸，应该，有欺骗，好。爸啦！爸啦！你到底是在创啥啦？啊，大人大姐，你到底是啥会去哪里？有啥代志，敢袂晓用讲的？你搞啥？我咧教囝啦。教囝敢袂晓用拍？遐尔大汉，敢要甲留一下自尊呢？甲留自尊，自尊是我甲留的，是无？自尊你也家己会晓留啦，伊今日若晓留自尊，我也免甲拍啦，哈！哈啊！这件代志敢袂晓甲怪县长一个人，在场的人有县长、县警，还佫有运动员，拢有看到，为头至尾是台面的人串通九龙镇的人，伫咧闭关闭关，要收财宝，佫甲咱下毒，为头到尾伫咧甲咱装笑，感觉你袂生气，计嘛是为着要替你出气，才去甲相拍。